今天是我荒岛生存的第五天，这里也就剩三个快递没有拆了，先开个小的吧。看看今天收到的是啥。人中白，人中白是什么？这里还有一张纸条。狗心关注你两年多了，给你寄的两种中药都是大补，可以搭配海鲜炖汤喝，一定要试试哦。笑脸，我做视频都没两年。哦，人中黄，一种人中白，一种人中黄，关键还都是大补的，具体能补什么他也没跟我讲啊。啊，不好吃啊。这个人中白看着像一块石头，就像那种晒干的泥巴，这是哪门子中药啊？反正是什么味道，有一点点发甜，别的就没什么味道，感觉就在嚼一块石头一样。正好昨天还留了一只大螃蟹。人中白，人中黄，再加入帝王蟹，淋上一层我们野生怡宝，来生活。Later. 咱们这个药膳蟹也算好了，上面都是人中黄，跟蟹黄差不多，尝尝味道怎么样啊？这个海鲜果然你不用加任何调料它都是香的。哇，中间这一块没录上，大家就欣赏欣赏我吃蟹腿的视频吧。再搞点水果吃一下，仙人掌看着就特别香。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感觉头很痛，而且很想吐，不知道是吃坏东西了还是这海风吹的。离挑战结束还有两天，我可能无法坚持下去了。今天打电话叫船老大过来接我了。走之前我把还剩下两个粉丝的快递给拆了。哇，天哪，居然有人给我寄 iPad 的。哇，预料之中啊，怎样征服美丽少女。再来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一个路亚的鱼竿，这是一个轮子，还有鱼钩跟鱼饵。谢谢大家，可能我也用不到了，现在我要打电话让船老大过来接我了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啊，